好，我叫高英子，今年25岁，来自吉林长春，目前是在杭州，然后从事一名是服装品牌主理人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200多斤。谢谢大家。16号，吉林省长春市服装品牌主理人，我也是。巧了，对，占了2个点。今天带来的是才艺还是互动？那这样吧，我准备了一段视频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视频吗？好的。这个特别的火，然后我也有看，有好多的网友都给这个视频在点赞。所以我在想，就是在今天的现场，可不可以邀请更多的男嘉宾到台上来，然后原像重现一下？我觉得特别期待。